妖修哦，安尼就证明讲志文是真是足爱米娜呀。啊，若无伊袂为着米娜哦，啊，怎安尼起痟，啊，怎住喺精神病院？是啊，无人咧讲这是起痟，即马改一个名，叫做思觉失调症。什么事这么侪啦？啊，起痟就起痟啦，你讲安尼像跳舞啦？伊哪奈安尼对志文啊？伊还阁这么少年呢，要不然是要安怎？米娜安尼做吼，一定有报应的啦。哎呦，恁大家嘛要安尼由头改变，啊，这款病啊，不是医袂好啊，啊，而且加在有赶紧拖去病院哦，无这病情拖久的，搁较害。加些吗？安尼好。哎，这是当然的啊，啊，即摆哦，医学这么进步啦，啊，只要大家哦愿意去接受治疗，啊，只要对症下药，还是一定会好起来。会好嘛，袂完全啦。以后大家看伊的眼神，一定嘛是怪怪。这就是我上烦恼的，唔知爱偌久伊才会当好起来。啊，咱即摆会当做的吼，就是甲志文支持，希望伊无代志啦。哎，总讲一句啦，你那无迄福气啊，迄放生志文这么好的翁婿呢，有一天会后悔的。伊哩，咱赚到钱了呢。嘘，他是谁声音啦？没给吵着明呐。好，咱才第一届升期货呢，无几工时，咱就赚一百万呢。我叫咱妈个人轻松哦，都赚赚了这钱啊。伊哩，你才做个好呢。这个时代哦，要赚钱的方式有真多，啊，巧的人哦，拢蛮用钱赚钱。所以哦，你千万免惊，咱只要慎选标的，啊，大胆去投资。这个新班哦，前景哦，等下翻几倍啊！较早我咧靠双手哦，做胖，只是安尼一口一口咧赚，即马靠头壳哦，只是安尼一步地一步地咧赚。重点是哦，有你这财经专家伫我身躯边哦教我，安尼我赚钱啊，继续轻松个呢。振兴，只要你欢喜吼，我会一直陪伫你身躯边，甲你斗三工。啊，咱做伙吼，赚够遐侪钱，吼。那照这种速度赚钱，我真紧就当超过林志文了。若有钱，我就信心去做美凤啊。振兴，你咧想啥哈？振兴，振兴啊！哦，无啦，我咧想讲哦，你投资有眼光，遮尔专业哦。我真正差你一截，一定好好甲你学。你莫安尼想啦，咱两个人吼拢有家己专业。假使讲吼你嘛是学财经的，我相信哦，你一定会比我更加厉害。我今麦学这上完班啦，啊，不过我今麦开始，你当做我老师。什么代志哦，都袂想我，只要你愿意学，我会用一世人来教你的哦。